找沈姨娘，沈姨娘，或者洛阳小妖哥，来了。沈姨娘，沈姨娘，我在做什么梦呢？咱们根本就做不了夫妻。 哪怕一天也做不成，晨晨，我对不起你。 沈姨娘，别怕啊！沈姨娘，洛阳小小哥又离了啊！哎呀，这就是能下来！我的亲娘，陈公子，你咋还搁这儿嘞？让陈公子消失。走。沈姨娘，别怕，我这。王大，沈姨娘，沈姨娘，来。
在这儿等我。是。你是管事儿。这位大爷看起来面生得很呢、啊、程文道在哪儿？程文道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啊，恐怕我这没有您要找的那个人。乖乖的告诉我，否则的话我会按窝藏罪处置你。姑，我跟你说，你快点去。哎呀，我再问你一遍吧。这时候正是我家客人最多的时候，我怎么知道您要找的那个什么程公子是哪位呀、啊、您说对不对呀、啊、高大人？你知道我是高大人，你就知道程文道。那个程公子不是在十一娘房里吗？大陆，姑姑，还是带他们去吧。姑姑，姑姑，去告诉田大人。是。放开，放开。快点，快点，叔叔在那儿。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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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
敢打我？哎个鳖孙，我看恁就没有活着的必要。啊！把他扶出去，不想死的，滚！公子。太好了，你终于来了，你来了，他就有救。
再看到你，你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办？你不会再看见我了。回去少林寺出家，你不会再看见我了。如果到那个时候，文涛，你还想要杀我，你来少林寺找我，我随时奉命。文涛，这是我陈文道最好求你的一件事儿。